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厅，省发改委发布消息，为了适应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和同城化发展需要，形成我省沿江城市群区域内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交通网络，国家发改委同意我省提前实施宁高城际轨道线禄口机场到高淳段、南京到句容城际轨道线、南京到仪征城际轨道线延伸至扬州市的施工，这三条城际轨道线预计2014年陆续开。